有一次我们是神仙啊姐妹啊请来祝福我们的开财天后宫的九年和姐，那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壮观哦，难得一见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哦。恭迎圣驾，啊，来欢迎，啊，咱圣龙，咱圣龙宫，咱平安堂，咱安阳堂，西龙殿，啊，咱两位主师，啊，感谢感谢，感谢，恭迎圣驾，啊，恭迎圣驾，哇，太壮观了，太壮观了，啊，咱表现着咱王城西社，啊，咱的团结，团结，啊，咱。好啊，三九三九，来上台，有三九姐妹哦，出题，来考一下。来转身有三个姜嘞，一个姜，两个姜，三个姜，这些都是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感谢感谢，感谢，来四点九，各位你四点九，各位你好，四点九，各位你，太壮观了。英雄老人，而且又在同一个山头，对不？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。来，三二八，三三三百英雄。我们线上直播的朋友哦，一直在说这个画面非常的好看。是，好，各位赶快四千庙再敲几下。四千庙宇再做一个介绍哦，庙宇的名字一下。好的。恭迎有咱王城西社、咱圣龙宫、平南堂、安阳堂、西龙殿，啊，咱建筑是西龙殿，来见的咱游客，啊，咱啊四位先生，啊，咱恭迎圣驾。这是我们的王城西社啊，我们的圣龙宫、城南堂、安龙潭以及西龙殿，我看到我们的啊四尊哦，这个我们的信达的一位领导者啊，大家呢可以感受到哈，来。是。哇，大家辛苦啊！真的，足欢喜耶，足欢喜耶！哇，大家都好开心，谢谢。啊，咱刷电的朋友讲，咱妈做来保庇大家平安，啊，这是属性哦，这是属性。对啊，咱是时刻来个真相鼓励者。我们热情的掌声。啊，感谢。
都包括的咱这个叫班的兄弟们辛苦吼。对。这两天的时间让你足辛苦的，大家感谢感谢。感谢大家辛苦了吼，辛苦了。再次来感谢大家王下三下吼，再见。有请咱王下三下孙龙天，咱阿娘大，伊南庄，以及咱庆龙江，各位技术大家辛苦了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。掌声回港，哇！这个伟兵哦，也是现场以及我们线上的朋友一直在赞叹、赞美的话。圣诞节那时间先休息哦，好，拍摄起来。非常的震撼哦，非常震撼。啊，咱今天啊，咱来时间啊，来感谢。只有在我们台南的安平地区，你在这爆围，没有错。而且大家可以感受到今年啊，我赶快车载，真的是大家用掌声取代这个鞭炮声。哦，对，很厉害。说得太好了。好，我们来感谢大家准备啊，我们来感谢咱的有劲的，好，我们来增加咱的力量，来用咱的掌声，来代表着炮声，直接来感谢。谢谢，辛苦啦。谢谢哇，很棒！你看，大家现场的朋友掌声在听鞭炮声，有多么的好听，真的好听，真的好听。哇，看到那新歌，安尼在那边晃哦，就觉得我的心灵都非常的欢喜。是啊。这就是我们庙会的热情啊！真的是我们绕境被看到的。没错，父王对大家今天陪我们已经过了12点了，还继续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啊，想要看咱每一个新年啊，咱的音质，咱的新年，你来啊，咱所见的啊，因的威胁啊，也用面，咱直接干嘛袂歹？虽然今麦已经12点半，但我看咱的精神拢袂歹吼。真的。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。没错，而且这让我感受到这个南部很纯粹的这个人情味。那没错，这是的。尤其咱安平，咱安平哦，因为。